盘点封校大学生整活现场。法兰当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打算到时候就来我的地盘抓人，还他妈抓我的人，趴手！你的人？废话，整个男生宿舍谁不知道赵红阳是我的马仔呀？嗯，你问问他们哪一个不知道？就在昨晚，我们一起发生了一起不明丢失案。刚才我下楼查了监控，就是他在昨晚的12点来了我们寝，马桶的后面，并且在现场发现了他。红哥，还有什么想说的呀？我在这里声明一下啊，我跟这个张红阳啊，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不是你说整个男生宿舍都知道张红阳是你的马仔吗？我告诉你，不要乱讲话啊！我告诉你，诽谤啊！他在诽谤我，他在诽谤我。萨巴迪卡，你什么你呀？你不要想到跑出寝室的，不要想到钻墙板洞跑出学校吧？我什么我啊？哎，我是见到你啊！再见到你，我分分钟弄死你啊！我有这个不付的钱。好、啊，你们怎么不走嘞？我也要证明我自己是清白的呀！我要判！你们以为这是在赔断己吗？啊？你以为你是什么啊？你王姐归来吗？你得帮帮我啦！我已经帮你跑路啦，你还得帮帮我啊！再帮你，我们楼长还干不干啦？他们要是知道你吸藏卫生纸，还独立卫浴，你威胁我是不是啊？啊！要是宿管阿姨知道你偷偷收保护费，我该怎么帮你呢？I want to train next guy. 耍我 ！I want to train Chinese man. 为了大家，就先委屈一下你了。东西呢？什么？还给我装是吗？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呀。看来我暗示的还是不够明显的。我问你手指呢？手指在打击窝里呢。打击窝还蛮横的吗？都是一道上的，你得面积吗？为什么不完整？文饭太疼受不了就喊停了。太他妈文条残龙，别他妈什么别，我问你，你上完厕所之后你把手指放哪儿了？什么手指啊？给点提示呗。那一卷卫生纸。就他妈你叫夏洛呀？啊，你他妈挺猖狂啊。别欺负我，我跳楼脑袋都不好使。你吓唬谁呢？啊，就他妈和谁脑袋好使似的。帝皇，那边你也不打听打听，谁不知道大哥陈凯？老妹儿咋的挺带劲。你拿个大牙签子，想给哥剔牙呀？
们去成这个样子，是立马行动的啦。靠，男体为什么不用女装啊？哎，我这也是。换，